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华峰。雍正通宝它的收藏价值大不大？肯定比较大。为什么？因为雍正通宝在五帝钱这个品种里面，五帝钱指的是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和嘉庆，它的铸造量是最少的。而且雍正通宝相对于这五种钱币来说，它铸造的比较差。顺治、康熙个头比较大，铜质精良，乾隆、嘉庆中央局的铸造也非常的漂亮，每品都非常的多，唯独雍正黄亮每品在收藏市场上面算是一个稀缺品。大部分雍正我们在市场上面看到的都是原味的，或者说品相非常一般的。所以说从量上面来说，雍正通宝它的收藏价值是很大的，特别是黄亮每品。其次，雍正通宝它每年配五帝钱这种消耗是非常大的。五帝钱现在在社会上面应该来说是比较受大家认可的一种风水钱，大家建房子也好，装修也好，还有就是买新车祈福也好，基本上都会用到五帝钱。五帝钱每年的消耗量很大，这也导致了整个雍正通宝每年消耗量是非常大的。第三个，现在我们到一线去收货，基本上雍正通宝它的货源已经枯竭了。我们到地摊市场也好，还是一线产地批的家里面去也好，雍正通宝已经很难遇到了，而且他们也在乡里面基本上收不到了，说明整个货源上面货源枯竭了。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幸遇到雍正通宝，而且是品相非常好的，不管是原味的也好，还是黄亮的也好，不管是中央局铸造的也好，还是少见局铸造的，都可以以一个合适的价格买进来，然后好好收藏，收藏价值是非常大的。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好雍正通宝它的收藏价值，我们也可以多讨论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华峰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